好，第二题，他要我们 formally 那一个是你 one by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hands of the equation，这个也是应用题，可是这个应用题比刚才的应用题复杂。刚才的应用题就直接号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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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一个它有人物出来了。他说，Jane 买了14个 basketball 和 volleyball，加上来总共有14个，每个basketball 31元，volleyball 27元，他买这些球用了398元，所以他买了多少个？好，这一个题目呢，其实我们要用二元会比较容易。可是他这边他要求我们一元嘛，OK，这样我就让他买了 X 个 basketball，这样我的 volleyball 其实是 Y 啦，如果我们是 X 加 Y 等于14的时候，Y 就是14减 X，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14减 X 个，所以31元乘以 X 个。加27元乘以14减 x 个，等于398，所以就31x 加这一个27乘14，哦，378减27x 等于398，我4x 等于20x 等于5，然后。所以它是五个 basket ball，14减5，九个 volleyball。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检查答案，我怎样检查答案呢？就是说我的31元乘五，再加上27元乘九。三一乘五加二七乘九，398。对了，所以它是398。好，好。So 接着这一题，他说 Jennifer 买7个作业，他给5块钱，然后找回1块半，那每本输多少？所以每本是7元呢？7x 等于5块减6块半，它其实是 7x 是3块半呐、啊，所以 x 等于3块半除以7，所以它这一个是5毛钱，所以它的这一个是 RM 0.50，然后 each work book 好，Mr. Cole 给23块钱来买 orange 跟 apple。Orange 2块钱，然后没有 Apple 2块钱，Orange 1块半钱，然后它总共有14个，所以我这边有 X 个 Apple，然后其实呢，这一个是它总共14嘛，14减 X 个 Orange，OK，、okay, 你也可以讲它是 Y Orange。然后 x 加 y 等于14，所以 y 等于14减 x，这样啊，OK，然后可是懂这种套路了，就直接14减 x 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在这边2块钱乘以 x 加那个块半乘以14减 x 等于23，所以 2x 加这一个。1.5乘14，就21，减1.5x，23，0.5x 等于2，x 等于2除0.5等于4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是四个 apple，OK，apple，然后还有14减4，10 orange，所以检查答案。四乘以二加十乘以1块半，啊，23哦，对了，好，然后接着第四题，它在这一边，4支笔、5支铅笔、
三块七，比25 cent more than pencil，然后 cost of each item，所以我在这边我让我的 pencil，RM X，然后那个 pen 呢，比它多2毛半，所以是 RM X 加0.25。四支笔，四乘以 x 乘0.25，5x 等于3块7，4x 加一等加 5x 等于3块7，9x 等于2块7，x 等于3毛，3就27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pencil。RM 0.30 pen RM 0.3加0.25，也就是 RM 0.55。OK，所以我在这边检查答案的时候，4个5毛半加，然后5个3毛，所以它是3块7，对了。OK。好，就是这样。